为了让秀林乡崇德部落的妈妈们可以学习香草的相关知识和技艺，秀林乡公所特别开办课程，邀请到专业讲师来教大家认识香草。在老师指导下呢，也制作精美的各项产品，让大家可以说是收获满满。为了让秀林乡部落妈妈们能够习得香草精油相关知识，花莲县秀林乡文化健康发展协会并且向秀林乡公所申请补助办理，来让大家体验一下大自然的芬芳香气。村长卓明表示，部落妈妈们从来没有上过这样的课程，这一次可以说是第一次办理，也深获大家的喜爱。重要的一个课程啊，能不吝啬的传授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好的一个活动，本人相当感激，也希望在往后我们这个学习的过程中，能在我们杨老师的一个指导之下，能给我们在座的学员哦，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成品出来，对这个精油的一个专长的一个专业能传授大家。我想说，在他的一些热心的一个教导之下，我想说每位在座的学员哦，明年的话应该也会跟那个杨老师一样漂亮哈。那当然，那我们当然就说好的东西了。好的一个研习会哦，我们当然一定要推广，最好是明年我们把这个工作持续再推广下去。我也希望我们明年哦，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学员也多先导，或者说你们也一定要参加，或是再多先导下再参与。好，前来体验的部落们则是相当的开心，能够制造出天然的手工艺产品，做这个很好、啊、特别好。有没有很喜欢？很喜欢，如果有下次的话再来谢谢。部落妈妈们表示相当感谢秀乡长王玫瑰的支持，今年度办理研习课程，让大家可以体验来自大自然的香草，不仅大家学的是相当的开心，这次的课程大家可以说是收获满满。记者九王学员报道。